闹够女孩闹够了没？每次看到那些工作满档却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那种质感女孩，心里都会想：天哪，我也可以吗？你也有关于女生们的各种疑难杂症吗？闹够女孩必修课程正式开课喽！こんにちは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景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梅老师。想要成为精致女孩，为什么这么难？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难呢。所谓的精致女孩呢，不在于外表的行头，而是要保持身心的健康，养出好的肤质，这样你就会自然的散发出仙女光。老师说的对，如果想要变漂亮呢，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保养好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为大家带来三样法宝。这三样法宝用完呢，就会变成很高级又优雅的优质女孩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来自抗老界口碑 No.1 的克兰诗，今年呢推出热卖的清爽版黄金双肌萃，使用后它的轻盈感、它的渗透感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它吸收的程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比羽毛还轻盈。真的很清爽哎，就像没有涂一样。它是所有的肤质都适用，成分严选了21种天然的植萃，包含高纯度的黄金姜黄，可以抗氧化，一瓶就能做到外修护、内焕新的功效，让肌肤稳定健康、细嫩透亮，跟粉刺还有痘痘粗大的毛孔 C 采用它啦。肌肤马上变得很柔很细耶，看吧，所以我大力的推荐它。它还有一点我非常的喜欢，就是克兰诗独家的双瓶配方设计，它把水溶性跟油溶性的成分分开保存，所以每次在按压的时候，它都是新鲜的混合精华液，它的功效啊非常的极大化。哇，好厉害哦！相信如果每天使用的话呢，就可以让毛孔收到最细，肌肤看起来光滑无瑕，就会更年轻、更逆龄。那下一个呢，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撒蹦。我知道撒蹦，他们的那个身体磨砂膏非常好用，没错。而且呢，身边的朋友只要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都会送他们撒蹦。用完了心得就说：天哪，我的肌肤跟宝宝一样柔嫩呢。现代人啊，生活就是非常的忙碌，所以一回到家就想要瘫在沙发上，所以很容易忽略身体的保养。每天啊洗澡可能就是擦擦肥皂啊，然后就随便的冲掉，但是它会堆积我们的一些角质层在表面上，所以就会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很暗沉、暗淡无光，同时也会蛮粗糙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？女生的肌肤不能粗糙，一定不能粗糙，一粗糙就看起来不精致了。但是身为女生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难？平常已经够辛苦了，还要为了维持好的状态花心力保养，那你就更不能错过使用方式非常简单的撒蹦身体磨砂膏。推荐你从经典的身体磨砂的 PLV 作为入门的方式，它柔和了广藿香、薰衣草还有香兰三种的香气，多层次的堆叠可以让你忘记掉疲惫。我相信如果在日常的洗澡当中有这么美好幸福的味道，就没有人舍得洗战斗澡了，一定要好好享受的呀。所以啊，我很鼓励女孩们把这个仪式感实际的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，就是一个享受 me time 的过程。它的使用方式是平常洗净全身之后，取适量以画圈画圆的方式进行按摩肌肤的动作，是不是非常的疗愈？这个味道它有让人家沉浸下来放松的感觉，超舒服，而且一点都不刮皮肤。哎，那里面呢含有皇室贵族御用的天然死海盐，它可以强化我们肌肤的保湿度。另外有多种的植物油，包含我最喜欢的荷荷巴油还有杏仁油等，让肌肤更加的柔软，完全不会油腻。难怪我身边的人呢都觉得使用了撒蹦之后赞不绝口，皮肤嫩得跟什么一样。好，我要去报道了。那最后呢，要让精致女孩们更加精致的小秘密呢，在这边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 No.1 超级粉底，这个我也超级推的。如果想要随时保持肌肤完美的肤况，真的不能没有粉刺酒，用了就回不去了。对，像底妆斑驳、融化或者是暗沉，这些都是非常的擦擦打妹。老师，你看我今天的底妆就是用雅诗兰黛的粉刺酒，给你检查。哎，你今天已经上妆了6个小时了，是不是？
还这么的完整，给你100分。那像平常啊，我的工作啊，化妆箱里面一定会有这个粉持久的粉底液，用了它我会非常的安心。这一瓶呢有超纳米控油的粉末，可以吸取肌肤多余的油脂，还有3秒贴妆转换科技，可以让底妆非常的清透，还有贴肤不会移位的问题。真的，有时候出门一整天，照个镜子被自己漂亮到，一整天就像刚上妆一样，一点都不暗沉，非常厉害。雅诗兰黛啊，它这一瓶超持妆原色科技，可以让粉底上妆的时候立即锁色，重点是上妆的时候会瞬间形成一道液态的空气薄膜，既轻薄又透气，还有贴肤，轻松的能够打造超持久、灵感、清透、细致美肌。谢谢老师今天帮我们上了一课，推荐大家这3个会变得更高级、更精致的女孩好物。现在周年庆就要开跑啦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就是现在，秒 Go， 拜。